地震、水灾、泥石流、自然灾害突然袭来，怎样快速打通灾区人民的生命通道？能动的铁桥千里奔袭，模块化拼接，一桥飞架，断桥险滩，地变通途，黄金72小时，且看救援利器大显身手。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救援神器。新一轮强降雨影响，凉山州国道即245线甘洛段再次因多处河北、浙江、重庆四省市出现大道爆。河北保定涞源县163个村，黑龙江哈尔滨市、吉林舒兰市一直停留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。洪水、地震、泥石流、台风，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自然灾害，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。尤其是进入汛期，持续强暴雨天气在我国出现频率增加，大量的降水使得西南西北等局部地区频发山洪、泥石流。汛期常常会造成江河水位暴涨，洪水肆意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，各地救援团队闻讯而动，冲锋抢险。在多起救援抢险现场，经常出现一种会变形的钢铁装备，它们由重型卡车运输而来，既可乘舟又可架桥，哪里需要哪里搬，极大地缩短了救援时间，降低了救援难度，可谓是打通生命通道的救援神器。前方需要救援，高级各位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出发。是。在武汉市，有一支专业的救援小组，定期的救援演习，让他们能够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。任何地方出现了紧急状况，需要我们去救援的应急小组，就是随时待命，随时出发。然而，和其他救援小组不同，除了救援任务外，他们还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使命，对新型应急桥梁进行性能测试。陈进作为从业20多年的老员工，对各种应急桥的搭建都非常熟悉。现在陈师傅准备架设的这座桥，正是救灾现场出现频率最高的21米桥。这座应急桥以方便快捷著称，仅需2人操作，10分钟内就可完成架设。为了提高桥梁架设速度和操作的便捷性，工程师们已经将架设方案优化到极致。这种方案的特点就是什么呢？采取2则平推式的架桥方案，我们的整个架设系统都在架桥车上面，桥跨上面没有任何机构和液压系统，整个架桥过程一气呵成，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，而且这个技术比较成熟。整座桥由2部分桥身组成，最大设计长度21米，只需一推一拼，车辆就可以变成一座桥。这种简单的结构设计可以让桥梁的运输和搭建都极为迅速。尽管结构简单，但在实际救援中，桥梁的安全性始终是首要考量的因素。无论是行人、汽车还是工程救援车辆，都必须能够平稳通行，不
不能有丝毫的疏忽。两个桥身均采用整体钢架结构，确保了桥梁的稳固性。然而，桥梁的接头部分作为整个桥身的潜在弱点，其坚固程度与否，就成了桥梁安全通行的关键。因此，当初在接头的设计上，可是让工程人员们费尽了心思。作为21米桥的首席设计师，带领团队在桥梁设计中采用了一种独特的连接构件。这种形状类似于汉字丙和丁的连接件，正好可以凹凸相接，将两部分桥身合二为一，不仅衔接快速，而且方便拆卸。在抢险救灾的现场，挖掘机是必不可少的。那么，这个丙丁接头能否承受住重达40吨的挖掘机的反复施压呢？今天，工程师们要对这组丙丁连接构件施加高达50吨的压力，来模拟救灾现场的通载频次。这次测试是对团队全新设计构件的一次大考。我们要进行这个接头的疲劳试验，来验证我们的桥的通载能力。我们希望能达到20000次的通载次数。在反复施压的极限测试中，接头是否足够结实呢？接头呢，那个疲劳次数达到了21000次，这个受力状态比较良好，所以能达到了我们的设计要求。如今，21米机械化桥在多次救灾现场大显身手，与救援人员们并肩作战，共同救灾民于危难之中。然而，就在10年前。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救援神器，他们的诞生源于16年前的那场举国悲痛的灾难。最新消息，今天14:28，四川汶川县发生地震，具体位置在成都附近。2008年，汶川大地悲鸣，8.0级的地震，震惊了全国。灾难现场之惨烈，让每一位参与救援的人都难以忘记。去到灾区的时候，我们经过长途跋涉，第一时间就开始展开工作。当时呢，我们还没有这种大高度的机械化桥，我们架设的就是这个公路是那个钢桥，应急钢桥。应急钢桥也叫贝雷桥，这种桥需要10多辆车保障运输，20多人参与现场桥梁拼装，缺点是架设过程过于繁琐且耗时。由于受条件的限制，架设一座50多米的桥基本上用了1个多月，对救援的前期工作基本上没有起到作用。遇到大型灾害，人员、物资、器械快速进驻受灾现场是第一要务。传统应急桥运输和装配不够快捷灵活，无法在第一时间开辟一条救援通道。因此，一种省时省力的新型应急桥梁的研发就显得格外迫切。根据那次的救援情况呢，我们就研制这种大跨度机械化桥梁。就是如果桥子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在这里加旅馆、旅撑管。艰苦的救援条件推动工程师们走向机械化桥研发之路。
在当时，国内的机械化应急桥梁技术尚未成熟，而国外的技术转让费用高达几个亿。这个就是我们不服输的团队决定自力更生，自筹资金，立志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救援装备。当时国外也只能做到48米，我们一下就达到51米，就是我们提出的方案呢，也遭到了各方的质疑。团队将研发目标设定在更大跨度的51米桥的设计上，但要实现它，必须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迈进，从材料选择到结构设计，从平衡性到稳固性，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这个 AB 口你看到吗？ AB 口就是两管子，两管。历经一年的技术推演，一个拥有全新架设方式的快速应急救援装备面世了。51米桥需要5辆车运输，5至7个人操作，70分钟可以完成架设。具体的架设方式就是采取嵌套式架设方式，就是我们把导梁嵌套到桥体内侧，用桥体和架设车的重量共同平衡，把导梁先推到对岸，然后用导梁将桥体架设到对岸。好，桥化起吊，运桥车驶离。架桥车像一个拼积木的魔术手，以自身为中心，通过自平衡原理将6节桥段逐一连成桥，左右排开。桥梁就相当一个运输轨道，桥梁拼接完成后，先将桥梁倾斜推到对岸，再将桥体沿桥梁推至对岸，一推一放完成架桥。51米桥的成功，拓展了应急机械化桥更多可能性。工程师们用他们的努力不断改良优化，大大缩短了设备架设时间，将更多的希望留给救援工作，让救援人员有了更大底气与时间赛跑。机械化桥大大缩减了建桥的时间，通过平时的训练呢，应急救援的时候能达到黄金72小时之内对灾区进行有力的保障。然而，自然灾害造成的路面塌陷损毁的破坏性是不可预估的。21米、51米这些固定长度的桥梁都会因自身长度的禁锢，在救援现场受到很多限制。那么能否让机械化桥可以自如地变化长度呢？还有个问题是那边的那个横梁，那是后来改的。这个还是我改的，这个因为这个方向也很难放，原来比较高是吧？原来桥上改的地方不多，这是一个。刘家顺，科技研发部一位年轻的工程师，上面不是装了橡胶垫吗？他现在正参与一款更大跨度机械化桥的改进。它叫75米桥，它的整个跨径就是有75米，所以以此来命名。这种全新的机械化桥有着与以往桥梁完全不同的架设方式。为了突破架桥长度的限制，工程师们采用化整为零的思路，将钢铁之桥像积木一样拼接组合在一起，一个桥跨15米，分开运输，拼合为桥。这种拼接方式的桥梁被称为模块化桥。它这个特点呢，它是可以连续架设很长的桥，就是理论上是无限可以架设这个长度的。在合作团队的共同努力下，其实5米模块化桥经过多次设计优化和工艺改良，最终形成量产。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75米模块化桥。今天在刘工组织下，
团队即将开展75米模块化桥的架设试验。进行的测试项目是全桥架设撤收时间测定。试验场地宽70米，水深2.2米，这是模拟地震形成的堰塞湖泊。团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75米桥的架设呢？创新进行时，稍后继续。测试开始，计时。开始，走。收到，明白。方向右打，再打一遍。75米桥的架设。首先是第一节架设，先将桥体抬起，再慢慢展开，然后放下桥脚，最后桥体下放，直至桥脚稳固落在河床。一抬，一伸，一放。说起来简单，但是在现场，75米桥表现如何呢？车上面的桥梁结构可被运输车上的液压设备逐步顶升至90度左右，然后借由钢索牵拉，将桥梁边展平边下放，像一把缓缓张开的剪刀。每个桥跨两侧端设有支撑脚，可根据河床深度调节高度。凭着多年的架设经验，队员们稳稳架好了第一个模块化桥。第一步完成很顺利，但难题还在后面。好，回去。方向往右一点点。好，停。手跨和尾跨是最简单的。手跨的话，它不需要定位，我架出去位置就是预定的位置。尾跨的话，它没有桥脚，往地上一放就完成了这个架设动作。中间的话就是有一个桥脚要放在水里边，桥面也可能不平，就是说存在我们四个桥脚的一个调整，保证我们桥面是平的啊，所以这个困难。创新进行时，稍后继续。桥梁想要摆脱长度的束缚，关键在于桥墩。我国的港珠澳跨海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，